哎呀，今天吃烤鸡呀、啊！怎么都没了？那不是还有一块吗？不吃了。不吃，等下别点外卖，不然我就告诉妈。不点外卖怎么可能？要饿死我、啊！喂。你到了，到了，先来拿一下。你等我一下，我下去拿。我下去一下就上来。你是不是要去拿外卖？怎么可能？不要乱说，很快。哼，还想骗我？啊，宝贝。妈，你快回来，爸用十块钱点外卖了。味道不错啊。是啊，还不错。你奶奶的十块钱点外卖？我去年攒的。去年。